在上一集的节目里呢，师父谈到了佛陀为什么能够在2000多年前就能够洞悉凡夫的心理，洞悉宇宙的真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探讨佛陀的智慧。师父您好。陈小姐你好。师父是不是能进一步的来为我们解释佛陀的智慧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其实人都有智慧的呀，本能啊，只是呢有烦恼的时候呢，智慧就不见了。不过一般的人都会说啊，这旁观在清，当觉在明。那也就是说旁观的时候呢，就是客观的比较啊，没有那么自我中心的时候呢，就看得比较轻一点。如果是主观的时候啊，因为跟他自己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就会看事看人呢、啊、就会比较啊有点偏差，不是那么客观了。一般的人认为客观那就是啊比主观要更公正更清楚。可是呢，从佛的立场来看呢，主观和客观这两样东西啊都是相对的主观，并不是真正的呀客观的。而佛的智慧呢是啊超越于客观和主观。他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你在你的立场我看你的时候呢，那我认为是客观，以你的立场来看以你的立场来谈，只有我谈那就是客观。其实还是你跟我两个人之间呢究竟是个关系是什么，如果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我怎么能客观起来，如果是非常的不舒服的感觉上不舒服的两个关系怎么能够客观，或者是完全没有什么关系这之间应该客观的话不一定。人呢有潜在的意识的一种背景在，就会带着自己的有色的眼睛来看，那还是不能够完全客观的。所以说呢，站在客观和主观的立场来看都是相对的比较的主观。那么这不是佛的智慧，佛的智慧是把自己放下，把对方也放下，没有你没有我甚至于没有他，这个时候呢看所有的一切事情，那这是完全是凌空的看，凌空的看的时候一切事情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的，意思就一二就是二，这个是呢叫智慧。又因此呢佛的智慧叫做无我的智慧有我的话那都不能够叫做佛的智慧。还有呢一般的人所讲的智慧比如说西方人讲这个 wisdom 也就是智慧这个字是还是属于相对的智慧，比如讲聪明讲这个反应快所以举一反三，或者是呢能够见人所为见知人所为知，能够发现呢这个从其他人没有发现过的东西，这叫智慧。但是呢站在佛的立场来讲这还不算完全是是超越的智慧，这个只能够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个非常有一种反应能力的人反应能力相当强的人但是呢什么叫做佛的智慧还是没有讲出来。这个佛的智慧是他自己没有想要说什么，他自己也没有希望要找到什么答案，但是呢你要你的答案他要他的答案，这个所有的答案本来就是对你对他是现成的，而不需要我或者是不需要佛来给他一个什么答案。那佛是说这是你的答案我给你，这是他的答案他给他，这个就是佛的智慧。是师父您刚刚谈了很多佛的智慧您提到佛的智慧是一种无我的智慧没有你也没有我也没有他，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没有比较性的智慧？这个是可以这么讲
没有自己的立场的做的判断，没有自己的立场的做的呀比较，不能完全说没有比较。那个红的就不是黑的，黑的就不是红的，黑的还是黑的，白的还是白的。你不能够说富的智慧一看说男的跟女的完全一样，他这个也不对，男的还是男的，女的还是男女的，但是呢不是从他自己的立场啊出发来看问题，来做判断，来做比较。那么众生呢都是比较讲自我，那么这么说来，众生有没有可能获得佛的智慧呢？佛说啊，佛与众生是平等平等，在没有开悟以前叫做众生，开悟以后烦恼断尽了，智慧啊圆满了，这叫做佛。而所以智慧这样东西并不是啊外来的，从啊外边呢人家给的，或者是呢有什么样子的一种过程或者是一种方法来开发的，不是，而是呢每一个众生自己本来就具备的，本来就有的，只是说有烦恼的时候看不到智慧。你就好像说天上的太阳，下雨的时候看不到太阳，没有下雨的时候太阳就出现，太阳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只是说地球上的雾气啊升上来以后就变成云，因为地球上呢有了雾气有的云，所以是看不到太阳，并不是太阳没有了。所以众生心中本来就有智慧，跟佛完全一样。那么众生如何能够把这个烦恼去除，然后让智慧不断的彰显呢？知道自己自己是有烦恼的人，知道自己什么叫做啊是烦恼，如果了解了烦恼是什么，那你就会渐渐的呀，就是有反省的功能，有反省的功夫，然后这个烦恼就会渐渐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否则的话，你连烦恼都不知道，你这个不可能产生智慧。是，非常谢谢师父开示。我想大家都喜欢去除烦恼，然后来显现自己的智慧，怎么做到呢？欢迎下一次继续收看《大法鼓》。